最生理在古董话是有名的有钱人，更加是有名的大善人。他做官一生只为达成一个目标，无论在朝廷也是在家乡，他都一心为民除害。他就是上安历史上值得尊敬的人。敬请收看本期万南通高木无言之一瓜一箱该凶险。欢迎来到的闽南通天下，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伫拜六下昏六点来准时收看闽南通，我是你的好朋友阿良。今仔日阿良来到雄安，来甲你介绍两座古厝。这两座古厝的主人啊，当时拢有真好的名声。无相像的是呢，一座古厝的主人是当时最姓李的。其实古厝主人呢，当时是最乖。首先，阿龙带你去的呢，是一座当时最贤丽人的古厝。听讲，伊当时买行第有钱的，到底因到古厝是甚物款呢？到底带我去看卖咯。林凤蝶故居，坐落伫买行店六路巷35号，建伫清朝乾隆年间。即阵几两栋照完保存完好，故居是由前后两进主体建筑以及两边的厢房和厝组成的闽南古厝。这间古厝经过百年历史，虽然现在淡薄破旧，但对厅堂的花梁、杜江、雕花、石刻顶面，看出伊曾经的气派不凡。林丽穗是林凤蝶的后代子孙，热心的向阮介绍这座古厝。林先生呢，带来到这古厝，听讲这古厝是当时古早是买行第一大的厝哦。这主人叫做林凤蝶，还叫做林百万了。啊，这厝起啊，遐尼大吗？这主要伊特点是啥物呢？伊甲其他的厝都无相。伊干那即间来讲，即间至今都是200几年。按讲也是十一个出步条是最大的大厝。但是伊比十一个出步条搁较大。为什么搁较大？因为伊十一个出步条，伊的主厝的双边一边是加一间房。两边间同时加两间。伊有只大六路，伊搁加加一间。变啊，这边加两间，那边加两间，一边就搁加两间房。按照这间的面积，伫这度咧，当时伊来建这间是800平方。前面的这个位体400平方，占地面积相当大。啊，唔是轻轨，轻轨。刚才主厝就占800平方。前面的这个位体，这个400平方。所以这间厝伫北巷来讲，就是最大一间。哎，林凤蝶。伊就是伫买行内种的，就是有六间。六间就是六间大厝，就是分为六房，所以称为讲买行六零。来列到底在啦？买行六零，所以当时其实即个咱讲的林凤蝶，即本人应该是买行第一好业的吧？是啊，买行来讲，即都好老布哦。第一步的。买行六零，因为伊有六间大厝，其中一间就是最好的啦。有啥物起六间呢？六个后生。六个后生，一个后生一间厝啦。六个后生。所以这间厝得一个后生诶。这个是第三。第三后生。三房。这间叫做大六路啦。但为什么身边有一座六路巷？就是因为这间大六路来命名诶，迄个最六路巷。这个名是比较来。所以这间厝大六路是一个特点啊，特色。其实阿龙采用过真侪种古大厝，但是应该是第一卖，看到大六路的厝，所以邀请咱林先生带我去内面好好来
看卖诶，哦，来感受当时诶这百万金诶。当时一般的民居是三格、五格，大诶有九格，十一格是当地民间建着规制第一大诶啊。拄开大门来到前厅，可能是时间上过久远，厝已经褪去了色彩，厝顶花娘拢变啊暗淡漆乌，传过前厅就是天井。比较特殊的是，天井前也立有一扇门，门顶有雕刻精美的虎对。林先生已经带来到这林鸿德的这个古厝来宾啊，我知道林鸿德做人是真有钱，林百万啊，但是我听讲伊阁真慷慨。吓是，林鸿德这个人吼，咱应该就讲。在乾隆、康熙盛世迄个时阵，林鸿德就相当出名的一个人。一直当时来讲，在金门东岸，在民间内面啊，相当出名。什么原因呢？就是伊非常慷慨，是一个慈善家。所以人民间称伊林百万。所以林百万的名是民间称的，并不是伊的本名。伊对于这个赤人相当的关心。咱在民间流传来讲，林百万死关十年。死关十年。死关十年，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啊，这个就是讲，简单用咱土话来讲，讲那上车的人，因兜有什么人死，啊，过身了，无迄个能力，通该安葬，送上山头，啊，就是找林百万。了啊，伊就送了一副棺材，送了淡薄迄啰，也予伊去处理这个丧事。所以这个坎坷做了十年。所以叫做死关十年。这样代志我听起来，第一，这其实这個做的代志也是还蛮大吼，因为人死去。所以来关于做安葬这方面代志，而且时间都真久，所以坚持做十年，花费的钱也相当，相当多，这真正是做贤淑咯。佮伊有一个特点，你既是林百万，就是一个大富翁，应该是地主吧？应该是讲地主对，但是你该租用伊的山林、伊的田园，你若倒落灾荒的时阵，伊就免去伊这个租金，就无国家收。哦，你真好哦。到晚年丰收，伊也无讨骨折，伊就是讲，你旧年已经是失收，艰苦，剩淡薄啊，互你家己度生活。今年丰收，如果我若阁甲你堆收旧少，咱你今年明年过得困难。对啊，公益事业，伊也相当热心。你亲像东岸来讲，当时溪水经常都泛滥去涨大水。哎，林百万就是用迄个官场。来主持，也伊出钱出人，来维修，来解开，将这个开解做了，解烫的大海去，安尼来了，伊就袂泛滥。我林百万，干那伊本身来源，伊有法安尼做，个人个坚持，就是伊有一个好来做。伊个夫人也相当慷慨，就是讲出钱的时阵，林某是同意的。不但安尼，拿同意，拄到讲你经济，一时周转未开的时阵，因某可以将伊家己的剩下钱，伊的经济，伊也可以提出贡献，互林百万去解决这公益事业。哎，这女性应该是非常的，所以大方，而且啊慷慨，而且应该讲真伟大吼。就是这个这种情况，对本身来讲是真欠。你就是讲，将伊买项六间大厝，你拿来看也是叫真普通，唔是迄个装修真好诶，证明讲伊当时对家己是真强。这边古厝是相当的大哦，所以我请林先继续带来面去搜搜诶吼，继续来参观啊。过了天井，就是后厅，后厅面跨三间。两边各有一间厢房，可以明显看出后厅明显有维修的痕迹。林县甲阮讲，
后厅厝顶之前年久失修，放了一部分，这些都是去年拄拄维修好的，涂骹也是重新铺设的。袁先生，我这间厝阵当时也感觉非常的潮人嘛吼，民间流传啊比较出名的，就是这间水蒸楼。为什么当时敢有这间？会起这间水蒸楼，水蒸楼，哎，叫做水蒸楼。这名听起来真好听，真正是感觉女性的，上个女性的，对不对？感觉这间水蒸楼，因为当时就是林凤蝶，伊后生要娶芋头李公地，李公地就是当朝的宰相，要娶李公地因小弟的一个查某，要娶的时阵。伊伫李公地这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讲，都要起一间水蒸楼，都在水池后格子，都个水蒸楼，都个看因芋头会掉。你讲有可能无？在水池后格子这个可以，但是要看因芋头会掉。无可能，无可能啊！都不起偌多站都无可能，一百站也无法。是啊，你因为古里啊，所以当时啊。在林百万这头，叫做有老人，伊想办法啦，想办法。伊阵将这间大厝的后路，卡一站，顶面再写三字“车魂楼”，什么意思呢？车魂楼都，这间在天顶的呀。哦。这间水蒸楼是在天顶，叫车魂楼。哦。啊，所以你讲在这头派人来看的时阵，再看看呢，再去看了讲，后路卡一站写三字“车魂楼”，伊就感觉讲你。林百万有老人，伊讲免去啦，安尼都会用的。哎，你因为既然是崔文楼，你过过远的所在，伊就看到。哦，这间楼是起顶的，起顶的。看到所有所在物件，你看到。所以当时这间水蒸楼有名，有一个名叫做崔文楼。林凤蝶曾经重修书院，地理最繁，时光十年。以这世精神一直流传在上安美行，这座林凤蝶故居已经被列入上安区第三道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在上安美行镇，另外一位名人的故事也一直无风未记的，伊就是李中景。李中景故居即阵伫上安区美巷镇后滨村当中，清代嘉庆年间修建，坐东五西，占地面积大约310平方米，是两进的砖木结构，左右两边户厝早已经倒去啊。即阵的户厝是翻修重建的。这阵主体甲户厝建筑总宽大约15米，总进深大约18米。前进门前三级石楼梯，大门顶面悬挂壁虎牌匾，当地人称之叫老大人爷。李海滩甲李耀姑两位老先生共同致力于壁虎的保护。两位女士带来到一个古厝，这古厝里面写两字“别户”，我看起来吼，是这个古厝无什么款豪华吼，是真简单。但是你先甲我讲，这个古厝的主人是当时非常尊贵的，伊是什么人呢？来请问李先生，李中景，李中景，李中景将军，伊做到将军啊，做将军有啥物唔甲家己厝起啊较水的呢，较舒爽的呢？迄阵家族是算有女的，算富的人啊做的，但是迄阵李中景做官了后，一心为这个朝廷做代志，家本身家族出力，来争权，招收兵力，去拍战，所以这女无帮你这过年的享受，集中隔离迄个船做30只吼，30多只，吼30多只的船。对，三围的棚船，三围的大棚啊！哎，钱拢系伫咧做船，做船，啊，系家己咧厝内面。去遐，你感觉是不是甲伊这做人啊、做官也是有关系？做官一向是清廉，
甚至讲受到迄个诬告的时阵，伊也唔去身边。你讲安尼好，我唔做，我实实来干，我搁再招收民了，变家好，精锐精准。啊，唔知迄阵有通安尼，这个名声变到遐大，成绩遐大，无意思的时阵，皇帝煞流目屎，还是无简单啊。所以当时一去这厝的时阵，伊的新花的状态唔是真好。哎，迄阵在一中青书店里见识表面啊，哦，也伊过一个啥，伊无顾家己，计是顾在顾吊顶出力，别来擦嘞，去安尼逐步出的成绩，最后唔再封伊总统，满只总统，成绩也真大啦，对，受到吊顶真大的肯定。所以听两位你先介绍呢，所以高处的主人啊，其实啊，伊总是为别人啊，为个事业来做，不为家己啦。所以请你先坐下去高处里面，好好来了解这位高处的主人。今日必府来到静听，静听闽跨三经，两边各有一间厢房。在静听的大门边顶，下着一块石刻，顶面写着“钦此祭宗”四个字。这是当年李中卿望到凤顶面的匾额。钦此祭宗是古代皇帝赐予高官显贵的一种祭宗规格加荣誉。李中卿当时做了什么代志？和清朝皇帝赐予伊这么大的荣耀呢？你先呢，带来到这古厝内面哦，真正是古厝真简单，而且一层尔哦，有诶古厝起码两层哦。但是庆万呢，是这祖厝内面呢有一个旗，这旗顶面写呢，这祖厝的主人叫做忠义公。为什么有这名号伊呢？哦，这人就对该阵蔡牵，会怪啊代志讲起。哦，蔡牵迄阵是踮沿海东南沿海即带，啊，算讲最海贼啦，最啊头牌，海贼的王，哦，海贼的王，迄个吊顶后还变个袂用咧，安尼规个头破疼，啊，无法。李良京迄阵啊，真大成绩，哈，踮哩战士一场安尼得拍赢，再拍蔡牵，对无？蔡牵拄剩三只船。随时接到啦，伊阿伊拍战一向就是枪头顶的，安尼身先士卒，哦，啊就是啊，一定要先一提头前诶，枪落去啊，啊，再讲伊阵落一只船三只船，啊三只船去哦，蔡牵的遐手下啊遐小贼啦看，啊这看就是李龙英，这拱舞出来再望，土拱则舞咧。就头下，就头下吼，就头下干吼，啊就是啊，啊第二日，旷半年，1880年就对先，啊就是啊是最后是吼这个海贼头，哎对，哦啊只差只船都无过去找你，也唔知伊喺坡下，伊喺坡下包骨，李正佳，吼，下决心，要灭蔡牵，啊无1804年才封伊做万劫追思总统。1804年，对，8月5号。所以最后是死在这个海石头，对，的手诶，对。要死的时阵，皇帝过老目屎，真伤心，过朝廷震动诶。安尼，啊，再封伊这个忠义公。那后边咧讲的时阵，讲李良京就讲忠义公。哦，哎，啊，忠义公这个名其实是皇帝。一个是皇帝，所以头李显头告一小公，这个高处的主人吼，加这个海贼咱讲的这蔡牵之间吼，应该讲一世人拢咧拍来拍去了，有可能伊一世人的真大事业就是加这个海贼头家拍落去，也无蔡牵让伊拍啊，正经讲过一句这个话，用无惊蔡万兵，只惊李重庆。出前厅，中央是天子，往后是后厅。后厅面阔三经，近亲两经。后厅内摆有神龛，内面供奉着李中卿塑像。
古龙座故居规模无大，装饰也真简单，也看无奢华的物件，完全无达官显贵应该有的气派，反倒当是敢那一间平民百姓的徛所。事实上，这间就是伊阿伯在功劳的时阵去，作为平常时咧徛去，对。所以呢，李中英这个人呢，应该讲伊一世人啊，对国家做非常大的贡献，而且让这皇帝啊感动啊。这李中英死的时阵，皇帝个流目屎啊，这非常难得啊。皇帝为这下底个神来流目屎吼，所以应该讲伊做的贡献是相当的大。这是伊当家有甚物款的故事吗？我做出遐尼大的贡献，后边啊流传真快，大家知影一句话哦，讲李中英。死也救驾，死也救驾，你是救皇帝吗？哎，救皇帝，救皇帝命吗？当然。哎，为什么？如果我安尼了解，你死的时阵可能会救皇帝是对吗？啊，死的时阵要怎来救皇帝啊？这个，对，请海川先来讲。是甚么款的故事？伊死了，佫发救皇帝？哎，就是当时乾隆就要予伊这个囝哦，嘉庆君。去了解一寡民情，知影何先踮伫朝廷内面所作所为，也来培养。那当时就是要叫老大人不好伊去台湾，伊赶紧即款即个三十只船一群，搁再发去台湾去，踮伫台湾岛周围一个找找无。最后才去发现哩，只渔船的船头队，甲几两年来要一礼拜，险死，所以这就是历史上的拄啊好去救着，要那无就要死，哦，这就叫做救驾，因为嘉庆君后来就最皇帝嘛，哦，第二摆救驾，我死啊救驾，就是伊去哦，蔡康拍死了后，这个消息报了皇宫。何先创一个讲好的保佑汤，实际是掺毒药，不可以啉，就是要甲偷袭。就报讲李中英去我蔡康拍死，也规个人渔船，迄种啊帮侬逃开来，等我，规个装逼开，才再讲安尼遐就是毒药，也则潜起，再过就是何先即款即个创康的。在上个历史，都督何先就是历史上有安尼传说，这个也就是历文，一文一文传话讲，死也救驾，死也救驾，是安尼是。两位老先生也讲啊，死也救驾，死也救驾，无见文字记载。这只是一直流传在上岸每行民间的传说。李中英过身已经有200多年，但伊的事迹才完在民间流传。目前，这座李中英故居已经被列入上岸区第三道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在上岸还有一位清朝提督叫林君升。到即阵，伫上岸也保留有伊的牌坊，伫马巷镇井头村路边的一座石牌坊，顶面刻着“钦此祭葬”四个大字。伊第一名的历史功绩是康熙60年1721年平定朱一贵之乱了，林君升奉命勘察台湾地形。林君升。在后来的台湾总兵林雄提率百姓一苦推行政务当中施行仁政兼政兼世受到台湾民众的爱戴为台湾的长期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好观众朋友今天闽南通就为你分享到这如果有关闽南文化内容呢应通过下方的微信公众平台跟阿良继续来交流咱下礼拜拜六下午6点，闽南通再会。